仙剑四开机，四千年美女鞠婧祎出演韩灵纱，网友对造型意见大。2月16日，大 IP 仙剑奇侠传4举办开机仪式，现场照片已经在网上曝光，让大家提前一睹这部剧的精彩。据悉，这部剧由鞠婧祎、陈哲远、毛子俊、毛小慧等主演，都是俊男美女的搭配。有网友提出，女主角韩灵纱是江湖少女，尤其擅长盗墓，仙气飘飘的服装怎么去盗斗啊？开机发布会当天的造型不符合她的人设。云天河也是同样的问题，她在野外长大，穿衣打扮都很质朴，还是个铁憨憨的性格。陈哲远的贵公子造型和原著相差甚远。原著粉向来对改编作品的要求很高，目前还不知仙四会做如何改编，主要演员对人物如何呈现，但可以预见，一旦不符合原著粉要求，必将招来疯狂吐槽。希望这部仙剑系列不会让大家失望，也希望陈哲远、鞠婧祎有上佳表现，将云天河、韩灵纱打造成胡歌版李逍遥、刘亦菲版赵灵儿一样的经典符号。